啱啱開始咧，就球迷就可以入場啦。咁啊，12:30啊，就開始入場。咁啊，呢度咧就係香港大球場。咁你會睇到咧，就好多嘅即係球迷咧，就著住啊，著住美斯嘅球衣啊。咁啊，就啱啱就開始入場，大家打開定你嘅袋俾我哋見到。咁啊，要打開個袋，就有啲嘅即係檢查下。啊，咁啊，一路咧就後邊陸續都係有球迷啊排隊咧就進場。咁啊，另外嗰邊亦都係嚇兩邊嘅入口。兩面嘅入口咧，就開始入場啦，嚇！